吃了。那个你先坐下。各位贵人请注意一下哦，这个是重点。手机。我们这个会，如果不要如果了，既然要叫要成立的话，我们就是在这里。我们会，如果我来当主席的话，我们会留下各个会员的那个记录，电话，然后每个月的活动时间发起，然后在谁家，然后有主席，谁没有杯子，谁没有杯子，让大家都知道方向在哪里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让你们知道。一百五十四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的时间你定好的时候，你就跟主席这边讲，然后我来告诉大家他在请几号，他的时间，他允许的时间在哪里，然后他的地点当然是他家嘛，不可能在海产店，这个海产店我们就不允许他在请海产店的哦，不能请餐厅的哦。好，那你标到的人，你就跟主席这边协调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发布这个信息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OK 嘛。好，就这样。小东哥，你要不要参加？哎，什么？哎，我忘记写小东哥的名字了。